开台 PGO 最新出的车，而这车的配置在速客达当中还真的是头一回见到。究竟什么车？那就带你们去了解下。全新车款 Spring， 这是一台让人见到就一见倾心的车款。外观采用的法式浪漫的复古造型，再结合科技感满满的卡片钥匙解锁，这将会是台科技与复古结合的最新产物。其实我更愿意把它看为 PGO 将旗下车款的优点作为结合的一款车，因为它有极其相似这部的头灯、轮圈、避震、刹车卡钳、脚踏，还有6万的方向灯。但最重要的，它将电车那套极其方便的启动解锁设定也放到这台车上，除了是厂方的主打，也是给同级对手立下一个标杆。那么这台有着省力中柱及标志性的嘴唇尾灯的全新车款 Spring， 你爱了吗？不妨到展厅体验看看，再跟我说说你的看法。懂玩龙仔，不只有玩。